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子妙智胜，王禅老子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唯心圣教啊，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神职人员啊，以及所有唯心圣教各位贤士同修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今天在癸巳年八月二十四日。就是九月二十八日，明天是教师节了。啊，我们在千手禅堂继续深谈九九法会。我们现在当下，在中华三族儿女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建龄，中华民族5000来917位天子帝王朱建龄，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呢，在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啊，在三族之战以后，蚩尤后裔北移到韩国朝鲜半岛以来195位天王天子朱建龄，还有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以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室朱建龄。我们当下在禅机山宣佛寺千手禅堂九九法会坛城上啊，所供奉的各姓氏堂上历代祖先啊，各姓氏功德圆满往生一周年内的各位菩萨，还有各位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地基族无缘住世英灵，还有我们地球各地烟灰软动五阴杂裂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所供受大莲位各地裸陶之位
山河西涧，啊，王室朱陵，双华街三界万灵，啊，今天是我们共修，又继续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真实义，也是一切经的本源，由太上道祖开示，当下21世纪世界和平法轮的大神妙智圣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慈悲一起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这是当下21世纪维新圣教的天命。在我们本法门在世间成立了30周年整整的今日，而天意的慈悲以当下末法时期人心不安的时期，啊，回顾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开示众生们，啊，2500年后的世间世界人世间末法时期人心不安，千真万确，当下此生此时我们又有缘来世间，才体验到世间的不安啊，所以我们有缘修行，在王禅老祖今年座下，我们体验了在王禅老祖的慈悲导驾慈航啊，就是天命之消灾化解，带着所有唯心贤士弟子们共修消灾化解的法仪，一路走来30年的岁月，很多很多世间的灾劫，王禅老祖的慈悲带领着唯心弟子们大家一起依法来恭送诸经，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经一个一，一部经这是法界安宁安详的总根源。无论哪一部经，只要你修行悟到了，你就会将这部经啊，作为消灾化解安顿民心的世界和平灯塔。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导驾慈航，这30年整整的岁月，世界各地的劫难各位都很清楚，好，一步一脚印的依照天意实现我们修行。而且在这么多年来，当我们世间有灾难的时候，都一起要求我们所有唯心贤士一定要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以鬼谷先师所开示的天德经
两部经为主经，消灾化解。所以台湾这么多年来最平安，也因为台湾是万教齐发，修行人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都是大菩萨，来世间上为守护的台湾这块净土，那么多人都在修行，这几年来在台湾的台风灾难，每次灾难都快到了，逢凶化吉，在气象学来探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台湾万教过宗教的修行者，大师们的慈悲带领的有缘的弟子一起共修，以经忏华消灾化解都圆满了。所以王禅老祖啊，时时开示我们，修行就是修正过去我们自私自利的念头和心想，修正我们过去偏差的行为，尤其在当下灵魂界，我们法会坛上的所有莲座上的三界万灵、诸见灵、诸主灵门，好，你们在灵魂界还带着世间的悔恨、贪欲、不满，还在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在这一次九九法会，王禅老祖慈悲特别允许我们各界，若是有啊各种不寻常的灵魂界的问题的时候，或者纠缠不清的灵魂界的事情，可以借着这一次九九法会来这里超度，消灾化解、解冤解愁。但是我们人要常常到坛前来忏悔才有效。所以最近以来，我们负责转法轮的从本山事务部典礼子圆寮法师啊，几乎每天接到很多信众大德啊，要设莲位，要超度啊，大部分都是怪祖先在作怪，到哪里去问，哪里问庙，哪里问，都说祖先在作怪。那不是祖先作怪，是祖灵不安。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用宗教的法仪做功德、行功、立德、诵经、回向给祖灵安魂立魄，不是祖先作怪。若是说祖先作怪呢，我告诉各位同修，你们绝对不能死，你们一死了以后，你们的子女会怪你们说你们在作怪，那怎么办？没人抓、啊、那不对啦，不是祖先作怪，祖灵不安啊，名扬两界要能安，
所以这个念头这想法大家有缘的要修正啊。也一位我们信徒打电话来了，说哎呦，他爸爸最近身体不好，眼睛白内障，糖尿病，腰酸，走路困难，一定祖先不在作怪啊。问了结果，爸爸几岁？87岁而已啊。所以87岁眼睛当然会比较不好嘛，要找医生啊。啊，关节的酸，老了嘛。我只有71岁，我眼睛也白内障哎。30几岁也会白内障啊，这不是怪祖先呐、啊。还有80几岁走路不方便，当然不方便了，80几岁了嘛。这个观念，我们不要太迷信。你太迷信，这个就错了。啊，不能全部怪祖先。你怪祖先呢，真的祖先真的很莫可奈何。啊，也有做事业不顺利，没有这经济企业的头脑，没有读那一些专业知识，啊，就想赚大钱，结果输了，赔了，啊，才要怪祖先，很不公平。所以未来有一天我们死了，你怎么办？只要你不了解知不知命，不知己，不知自己做了多好多少功德，一直怪祖先，到时候你在连坐上你怎么办？在祖先的牌位上你怎么办？哦，所以我们社会大众要有智慧啊，不要每一项都怪祖先呐、啊。当然，有的祖灵不安，是我们身为子女的人，我们自己要修行，我们就是祖先的派代表，最有机会接近佛法、接近妙法、圣法、道法的人，所以我们就被派为来这里修行，有机会。来到世间将妙法借着我们修行功德回向给祖灵们，能够回到本身自己极乐净土，回归极乐净土回去，这个想法才对。当然有的祖先很不安，会借各种方式来提醒子女们，而子女们有的婚姻不好又不生啊，做事业又不好，我们一定要先自我检讨，我究竟有没有在努力，究竟我有没有做到违背良心的事情，究竟我有没有智慧，先检讨自己，你再来怪祖先。本段节目那么我们有的人比较有智慧了，好，我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以前没有机会听经闻法，现在有这个因缘法会因缘，我要让阿公阿嬷列祖列宗来听经闻法，仰仗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的天威慈悲加持，所以功寿连位了，祖灵安，祖女就不安嘛，这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各界的朋友们 啊，我们凡事要先从自己检讨，不要凡事都讨论祖先。当然祖先祖灵不对了，
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和孝道的天命，要来为祖先安魂立魄。祖灵在灵魂界，祖灵时时在我们身边，他安了，他就也会来间接的加持，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心灵安详。所以超度祖先的道理在这里呀。好，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个法会因缘呢，啊，这里向各界啊讲清楚说明白。还有呢，就是说英灵的问题，英灵问题是隔代会有这种现象，是有不是没有。你有隔代啊的往生的英灵，没有人超度他不安宁，所以就会影响到子女的，现在小孩子的心性平安与否，或者个性。那若是你们知道有阿公阿嬷的英灵啊，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用这一代的来跟他受连累超度他，这是一个孝，也是功德。那阿祖阿太你知道了，不讲没有事。若是你有谈起，大人有谈起，那么你就不妨要来设个连累来超度啊，他们会感恩你们啊，就增加我们的信心与光明的智慧啊。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啊，宗教的它的内在真实意，不是一般凡夫人所想的那样的肤浅而已。所以九九法会我们还有80几天啊，我欢迎各位前世同修啊，你们随时可以回来参与这个法会，即使还有80几天，这功德也已经不得了啊。99天的功德，你即使到最后2天报名来参加超度，99天的功德一并可以领受到。因为我们法师啊，我们幻变学院院长严嵩院长呢啊，他的修行功德力也和带着法师一起修行，每天依法仪早中晚三餐，还有平时的诵经念佛，这个一切功德还典藏在当下坛城里面。所以各界你们要参加超度啊，你们自己斟酌，但是你们要超度人一定要到，不是我交钱报名就好，你报名交钱我不要，我没有那个本领可以超度你们的祖先啊，你们一定要亲自来啊，来一个奉香供香供花供果，这样才是真正的以法会友，就是以这个孝心来会祖灵，才是上圣的心法啊。所以今天在这里特别在为各位讲解，明天是教师节了，在教师节的前夕呢啊，在为各位重新啊解说。那么现在继续进入
好，王禅老祖玄妙尊经啊，经中告诉我们啊，乌云摩考而分心，不为艰难而退志。摩考，各位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每个人福报都没有完全具足。若说你完全具足，今天你就会很快乐很幸福，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福德因缘，所以常常会碰到很多的魔考。昨天我到竹北我们圆显法师在竹北要买一块地来建道场昨天用车子载我的我们一位连弟子连师兄弟子他来载我嘞就很高兴的师父谢谢你他的老婆也是我们师姐被蛇咬了差一点很难过原来是飞蛇这个蛇接气我蛇全是烂的痛到大环寺我们大环寺有这种飞蛇草三宝寺也有飞蛇草这是带状疱疹河北道场也有飞蛇草我们高雄三林道场也有飞蛇草义经大学仙佛寺都有飞蛇草那个把它砸一砸枝那个枝就好拿来擦一擦很快就消掉了结果当到大环寺去一位不知道哪一位师兄呢就告诉他很热心的告诉他你要把砸一砸连那个渣要包起来 用塑胶袋全部包起来密封的晚上回去痛了半死是走也坐也不是睡也不是什么的很难过了三四天有的时候想要跳楼比较舒服后来找到圆显法师圆显法师才告诉他师父好事不是这么讲他才说到大环寺去我们师兄告诉他要这么包奇怪大环寺没有师兄叫他这么包那到底是哪一位跑去那边哪一位他的冤亲债主借着我们的身上的师兄的身上到那边去等他去等他呢用这才能报一箭之仇痛苦了三天然后又回去了那个师兄在那边等告诉他你一定要包好好不知道怎么样化解不对了所以圆显法师就卜卦了这个不对然后卜卦找医生没有天医后来卜说去找师父天医望年月日望得不得了所以就跑到台中道场来嘛讲给我听我说你的冤亲债主你的魔障过去生的魔障他们在灵魂界里面依附在你们同文师兄的身上到那边等你报一箭之仇我才又跟他讲了一个实例三宝寺我们的弟子陈光雄
啊，差不多七八年前也一次，因为飞蛇长在头，你这是跑到眼睛会瞎掉，很痛苦啊，才想到哎，对，三宝寺有那种飞蛇草啊，刚好要的采飞蛇草来服嘞啊，我们一位师兄哎，到那边等他，那师兄从来没有到过三宝寺，而且呢说师父说啊，开示要用酒啊，那个飞蛇草杂枝的枝要铲就半酒来擦。哦，我差点也痛死，非常难过啊，才打电话给我，礼拜三我在高雄道场上课嘛，叫到儿子赶快带他到高雄道场加持。我说师父也没有人开始要用酒啊，你只把飞蛇草抓一把，一点点的开水放下去，冷的开水用果汁机搅拌打碎，把那个汁挤出来，用木挤出来啊，那用那个棉花棒两个小时擦一遍，擦完了放在冰箱再拿出来擦，今天擦明天就一直好了嘛啊。竟然那一位师兄不知道上哪一个班了，那一天会跑去那边等他，就冤亲债主嘛啊，一直就借他的我们的师兄弟子那么多，再来告诉他啊，等他受苦以后找不到这一位师兄，哎，这冤亲债主哎，所以我们身边的冤亲债主多得不得了哎，阿弥陀佛啊，各位弟子们啊，哦，所以我们任何一个时刻身边都有冤亲债主，他们在无形无相里面会借着你最亲的人，尤其在家庭问题特别多，在家庭喜欢吵架的家庭一定最麻烦，你累积的冤冤相报冤亲债主，看到夫妻在吵架了，一个就依附在这边，一个依附这边，两个在灵魂界打架看不到，在灵魂界吵架看不到，一旦家庭夫妻蹦起来了，蹦起来了，哦，原来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小事情都看不惯，一看你就讨厌，再见你再伤心，哦，若是再碰到你跟你把命拼，就这样了啊，所以我们人夫妻不晓得自己身边有冤亲债主哦，所以借着身体衣物的吵吵的眼睛花火了，有的甚至杀了一下打你一巴掌哦，怎么样都来了，然后他们好了报个冤仇了，在灵魂界里面没有身体是打不了，要借到有形的身体来打架来吵来骂啊，到法院去告，哎，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修养心性不定，才会被你的冤冤相报的累劫冤亲债主依附身上来。那么相对冤亲债主们也借着因缘报一箭之仇，他们退了走了，你们甲乙双方在法院闹到社会新闻，闹得不可开交啊，到最后睡觉两个都睡了，哦，昏了，睡觉就不会打架嘛，睡了就不打架就不吵架，为什么？你的魔界魔昏就离开了嘛，所以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叫我们要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他有修六波罗蜜，第一个要修忍辱，要修忍辱啊，修此戒，戒此恨，你恨一到的话，冤冤相报就来了嘛。所以我们身边一个人的身体，父母给我们这么用，我们的灵魂意识身边你有很多的冤冤相报的冤亲债主都依附在身边。所以我们命卦里面，我最近呢会讲到命卦，命卦里面呢就有忌神，忌神就冤亲债主嘛，仇神也是冤亲债主嘛，而在身边，当我们修行训练不好，一动怒起来了，口不遮言啊，你发泄了很舒服，但是过了嘿，你就没有退路，好多是这样嘛。原来好多不得了，同事之间，师兄师姐哦，师兄之间也好，师姐之师姐也好，都出出入入，有一天为了小事没有弄清楚啊，自己没有定性，哇起来了，闹了周围的人看笑话，把周围的人同修之间的弄得心都乱掉了，结果事情都理清楚了，那时候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就没有脸再见江东父老。原来最好了，结果现在最变仇人，很可怜呢，人很可怜。那么化解这个，一定要有一方有勇气，一定要出来求老祖诸佛菩萨给我智慧、力量、信心，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好，我要来跟某某来道歉，化解这个干戈，那不是就好了吗？那男的面对面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啊，自己要忏悔啊，啊，定性不够了你就要忏悔啊，那你以后才有路可以走，不然你看到永远没有路。自己没有定性的人永远没有路，很可怜，这会带到棺材里面，不相信你们试看看。所以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当然有人在你发飙啊。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看电视哦，修行人啊，大和尚修行人看到魔界啊，啊众生啊要来就跟他拼命，他阿弥陀佛，他可以退，你要打过来他皮肤就退到，那就告诉我们你退一步海阔天空，念一句佛阿弥陀佛可以化解一切干戈，那以后你就路可以走，不但你绝对没有路可以走。这么多年来我弟子这么多，看了这么多的弟子之间恩恩怨怨斗斗争争，我在旁边看很好笑，人这个面积臭皮囊，心没有重视心，只有重臭皮囊，到最后来你还不是没有解决事情，到最后来我们死了，我们就在灵魂界里面啊。好运的话子女们
会为你们受连累，有法会来这里听经闻法来忏悔。而在灵魂界，若是一个死了，一个还没死，死了呢，灵魂界有机会安祖先祖女们安灵位，你在这里听经闻法，你就会忏悔，仰仗老祖师尊诸佛菩萨的神威，让你就会忏悔，吸引你死对头的这个人，他的人还在，但是他有守护神，那么你只有在灵魂界向着你的对头的守护神指导灵，他的护法向他忏悔啊，所以我们当下此生绝对不要结冤仇啦，你结冤仇了啊，自己烦恼就多了啦。所以佛教界的忏悔老和尚，有一次他请我去那边吃一个中餐，有人问他，师父啊，来空空去空空啊，他的来自空空没有错，去不空啊。我问他为什么去不空，他去了带着烦恼离开世间呢，他把烦恼全部背回去了。所以各位同学们，老祖开示一句话啊，就是说不要与众生结冤仇，你这一生就是成功了，不要与众生结冤仇，你就成功了啊。过去的忏悔啊，不要再发生，反省忏悔不要再发生，所以此时当下我们坛城上法界三界万年诸位诸见灵们，我相信你们当下朝着这个方向，明阳两界要多忏悔，若是有你们的亲友，你也知道他们这烦恼的时候，你可以将今天当下此时太上老君开示的真言，要修忍辱，修持戒啊，多布施你的爱，布施你的慈悲心啊，你要精进，不要停在那边没有用，要精进，进一步错了就要去忏悔，事情过了就好了吧。所以在座的或是我们过婚之道场现在在电视机前面的同学们，务必要做，你即是王禅老祖师尊的化身，也是太上道祖的化身，这样有简单吗？有哦，嘿嘿，哦，那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经文，不为艰难而退志啊，艰难，模考太多，我们碰到很困难的事情也很多哎。哦，我是行道修道三十几年来，时时刻刻都有碰到艰难的事情啊！回顾98年的时候，天坑地洞那么多，地球上有1151个天坑地洞，危及到各地的平安，尤其长江大坝的旁边就有459个洞，若是在发生在长江大坝堤上的时候，那下游3-4亿的人民生命岌岌可危啊！
所以看到这个景象，我心里就很急啊，但是苦于没有办法，怎么来消灾化解？所以苏贞王禅老祖才开始了，带着大家送共同送地母经，求龙天护法、诸佛菩萨、圣神、地母至尊慈悲，啊，加持灌顶。120万部的地母经，还有79天的法会，每天由我们换备法师们依照老祖开示的，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本来我想啊，不想做了，后来想到老祖真经开示不畏艰难而退志，所以静下来，一直静下来想办法去找，把这个灾难放到心中，啊，来慢慢的回归，结果消灾化解过了就没有了。啊，最近以来，啊，又有这事情又要出现了。所以老祖要求我们所有唯心弟子现在开始，啊，大家要诵地母经20部，天德经20部，在10月18号地母至尊圣诞的时候要交回来，我们都会在深潭依法仪来仰仗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人世间的干戈。啊，这是很艰难的事情。30年的路，我绝对不会随便退道。这是给我自己一种精进、锻炼、磨练我自己一个学习禅定，也要有智慧。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开示我们。不畏艰难而退志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祥昌制衣有限公司、希纳寇尔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关怀金融。